前年的地震，坝体右侧受损很严重。乐观吗？维修时灌注的材料是硬伤，有多处潜在隐患。绝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绝不能。庞青同志，我代表纪委案件专案组向你确认，这份谈话笔录内容是否属实？我不知道有这份笔录，我什么都没说。汪常委，笔录当天的监控录像坏了。见了鬼了！负责笔录的两个人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见庞青签了名、按了指印。这份笔录上有你的手印和签名。我没有签过名，也没有摁过手印。不信？清江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案件调查出现了新的问题，同时姚伯清同志直接反映，清江县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管理股长在清江水库三年前的维修改造工程中存在违纪贪腐问题，这两件事情都不符合常理。根据这两个问题线索的复杂性，决定由市纪委组建调查组，由汪海洋同志担任调查组组长。庞青喜欢听评书啊？有名的，他能一字不落说单田芳的三国。少不听水浒，老不看三国。监控修好以后，你们让县纪委的同志安排原班调查员找庞青谈话，上午谈一次，下午谈一次，每一次谈话的人员和流程必须和笔录当天的一模一样。明白，明白。明天上午，我们亲自会会庞青这个鬼。花刀将庞特大战关云长。早闻你大名啊，能一字不落的说单大师的三国。郭将，我哥最爱听评书了。听古而见今，你哥是个聪明人。他不聪明，他的智力相当于10岁小孩。你在讽刺我？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庞青。年龄？47。你的职务？姓名、年龄、职务，你们问了我10几次，不烦吗？不烦。在你说清楚怎么改变你的签名和指纹之前，我们一点都不烦。那个东西不是我签的。
江县残联主席。庞青，你以为你们耍些伎俩就能够瞒天过海反咬一口吗？证据就在我手上，你还要看什么？我给你讲个故事。某一天，一只老鼠掉进了泥桶里，这只老鼠可高兴了，就不停地吃。米越来越少，桶也越来越深。终有一天，等它吃撑了，想停下来的时候，就再也跳不出这个米桶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少吃点？残疾人碗里的，你都吃啊？庞青要是不说，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问题线索就核实不了。嗯，应该快说了。嗯，再聪明的灰太狼也斗不过喜羊羊。贼，还有汪长伟贼呀。庞青要是还要往下看监控的话，你还有吗？想看就给他看呐。他们有本事偷梁换柱，我就有本事请君入瓮。老子根本就没睡，当然没睡。干纪委的，随时都睁只眼。吓死个人呐！你老了。喂，这么晚还不来接我们？你们在哪？不是你让人接我和小宝到酒店等你的吗？
下面就是湘江的水。这些日子不断下雨，水势渐涨，且看那水势猖狂，哗哗哗哗哗。再看那于禁和庞德的联营，马号挨着马号，帐房挨着帐房，离江边不远。云长看马多时，心中欢喜。向东关在，我问你，湘江口这个地方叫什么？回将军，那叫曾口川。哦，曾口川，于禁哪，于禁，庞德，尔等死无葬身之地。那些涉及弱势群体的贪腐行为，我痛恨。办案中不应该带入个人感情，但谈何容易？庞青突然死亡，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调查线索就这样断了。这个水政水资源股长就像是特意在等着我们。你们觉得有问题吗？似乎是没问题，他心理防线很脆弱，一早上就把事情全兜出来了。他所说的问题和我们掌握的完全一样，供货商那边也承认了，说是在清江水库的维修改造过程中，其中一项灌注工程给了他5%的回扣。太顺利了。从犯罪心理来说，他完全没有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我们继续做外部调查。供货商那边再盯紧一点。嗯，我回一趟清水湾老家，明天晚上赶回来。啊？我哥相亲。哦。停停停停！啊，这砍菜刀口不能朝上啊，朝上是要伤了你的，刀口要朝下使劲儿啊，来，哎，记下了没有啊？又存了那么多啊？给妈存的。小燕儿小，老燕儿肥，老燕儿老，小燕儿肥。老燕儿老了，你要想的去照顾她，啊。曹仁带着500多人呐，来到樊城之下。还没到樊城呢，只听城楼上有人高声断喝：“曹仁，啊，汉寿亭侯关某在此等候多时。”曹仁抬头一看，正是大将关羽。当时把曹仁吓得是魂飞天外，不敢恋战，夺路而走。小冯啊，嗯，你能来我们家，这简直是太好了，就是委屈你了。嗯，有1年多前吧，大哥到我那儿去。他还记着我们小学是同学，他还记着我这个痣哎。哦，他帮我干了好多重活，后来就老去，
我就不停地跟他说话，他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什么也不说，听着我老说。我想吧，你看人这辈子有多少天呢？又有多少人愿意老听你说话呀？凤姐，我哥是个老实人。在我们班属他最老实，他说你是弟，比他聪明，什么事都听你的。弟，我碰，爬个皮，爬他妈哪能去？你头把些哪都是空家的，空家的那个吧，那个头刀的都是那个的。如果不把哪都掏出来，我们就把梯子给你拆了。要一撇，要一撇，哎，把梯子拆了。爹不婆。其实是老哥成全了我，我知道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根，我清楚得很，我的根十岁的时候就断了。骆书记说，干纪检的一定要经得起诱惑，否则的话就没了底线。我身边不是没有诱惑，大把。但是，只要一想到小时候因为偷吃公家的腊肉而害了老哥一辈子，真的，我一点贪念都不敢有。海洋啊，有一个词儿叫逆淘汰，你知道吗？做过的事情是没办法后悔的。海洋啊，眼前是你的青州市，溯流而上是我的清江县。有高人给我指点过，那是我风生水起的地方。车刚才进场，一车刚才倒出去，人命关天呐！你们还敢贪？跟回去！局长，经理，来晚了啊！罚酒。嗯，罚酒罚酒。纪委的人还没走。嗯，坐着喝酒。查都查完了，他们还留着干什么？来，喝。谢谢啊，有你在清江，人家给我面子，只砸了个钱打。
那辆车，你们出去，他也出去；你们回来，他也回来。怎么样？哦，查到一个情况，十天前那家供货商干了一件完全合法的事儿，违约赔偿。新疆县人民法院关于原告张铁山诉被告南翔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判决如下。而被赔偿的乙方，就是那个水政水资源股长的堂弟。老朱，挤一点。整个清江县，两天内能给你们足够数量的425标号水泥，除了我们南乡，没有第二家。说点量化吧，回扣怎么算？还装呢？确定就是故意违约？行，他们用合法的途径行贿，那我们就用合法的途径查税。江涵什么意见呢？科长，都齐了吗？起来，辛苦了。应该的。你好。说说，该怎么办？让他们查，查也查不出来吗？难道还能找个潜水员去水下，一个个辨认水泥标号？关注自己的罪。大白天的说晚安，老子看你才像鬼呢。哎呀，时差时差，懂不懂啊？今天的钢琴弹得更厉害了吧？那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优等生，名字里的琴字不是白取的。你这工程什么时候完工啊？海洋啊，我这个主管水利的副县长每天都盯在工地现场。你说我这个工程应该什么时候完工啊？那你今天叫我到这儿来，是想让我看你怎么当劳模的啊？清江水库的问题严重吗？还不好说。总之大意不得。下游住着好几万人呢，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放心吧。哎，你叫我到这儿来，到底什么事儿？哎，把钱包拿出来。啊，拿出来啊，快！干什么？今天啊，老子过生日，算你随份子了啊。哎，杨黑皮，
你别都给我拿走了，给你留零的了。喂，王长伟，雨季要来了，我就想告诉你，脚下的清江水库会是个定时炸弹。陆文文，南湘集团第三大股东，有名的女强人。南湘在清江的全部项目由她负责，而陆文文的老公正是清江县水利局副局长孙强。南湘那个违约合同谁签的？陆文文。查一查这两公婆的账户，很有可能那笔违约款其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钱是羊毛，那谁是羊？全是羊。喂，孙强，孙强去县纪委了，说要主动说明问题。嗯，请。啊，谢谢。孙强同志，你能主动说出问题，我们很高兴。四天四夜没合眼，压力太大，实在是。您的性格我们都了解，什么案子到您手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南湘集团那笔违约款是我让我老婆办的，算是封口费。我对不起自己。喝口水。嗯，你我不喜欢你们纪委。他们犯了一个错，惹了个厉害的女人。你也犯了一个错，惯性思维。你认定我赚的钱是灰色的。我在认识孙强之前，生意已经做大了。所以说，汪长伟，你该换个角度思考。孙强绝对不会为了钱去搅和那些破事儿。孙强是个老实人，我认为他不值。做事的时候鞍前马后，出事儿了就丢足抱局。那谁是局？
这个社会上谁都可以讲人情，我们纪委不可以，这也是你们讨厌纪委的原因。你们查得到底吗？在我的权限之内，绝不姑息。我不清楚这背后有谁，也不知道这娄子要捅多大，但是如果谁要拿我老公当枪使，我就让他炸膛。你喜欢钓鱼？老实说，不喜欢。哼，你今天请我来钓鱼，摆明了是有所图嘛。也没什么，就想跟您聊聊这清江水库。这水可能比看见的深。钓者六物：竿线、浮、框、钩饵，一不惧，则鱼不可得呀。哼，您干什么事儿，都有一番境界。不会拍马屁，就不要乱拍。其实人和鱼之间，就像隔着这不知深浅的一碗水。你想钓大鱼，大鱼还想吃饵呢。什么是竿，什么是线，你要比鱼更清楚。人过留影，我们看不见，可总有人看得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找孙强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草惊蛇。孙强到了之后，过两小时，你们就放出风，说明天我们到水利局查验清江水库的所有账务，水利局那边肯定有动静，都盯紧了。老鼠走不走直线，取决于猫。房屋之侧为廉，这是古人对廉的解释。所以坐在侧边，不仅舒服，心里也踏实。汪常委，该说的我都说了呀。那不该说的呢？哪还有不该说的吗？
你知道这次谈话谁安排的？不是纪委吗？是你老婆陆文文，说谁要拿她老公当枪使，她就让他找她。千万别把他叫进来，恐怕已经叫进来了。查明县水利局这个小金库的账面金额是270万元，再根据孙强所说的问题，可以基本确定清江县水利局以及局长杨旭存在严重违纪。杨旭是清江县的实力派人物，有能力有魄力，在维修清江县因地震损坏的一批老旧水库的过程中，水利局的表现很突出，杨旭也因此受到嘉奖。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他的社会关系问题。杨旭的表舅就是姚副县长。那汪常委被骆书记叫去，会不会是要他避嫌啊？汪常委、啊、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放心，我和姚县长都不需要避嫌。另外受骆书记之托把这个带来了。局长，在清江纪委的车一动，我们马上就能知道。我们打车来的。局长，你要的东西。啊。清江既是个老旧水库的维修账目都在这儿了。说句老实话吧，这地震以后，维修的工期紧，任务重，难免有个别环节不尽如人意的。这动嘴的容易，动手的不容易。你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说的这些不容易，我基本了解。哎，但是你们大家了解不了解我们纪委的不容易？其实我们纪委的人挺狡猾的。我来讲个笑话。上帝对天使说：“你去把所有狡猾人的名字给我写下来。”天使就去了。很快，疲惫不堪的天使爬回来了，说：“那不可能，因为狡猾的人太多了。”上帝说：“要动脑筋，要想办法。”结果第二天，天使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对上帝说：“这张纸上是所有不狡猾人的名字，在这张纸上没有我汪海洋的名字，也没有你杨旭的名字。”汪常委，咱们私下里头没有交流过，其实我是很有些苦衷的。好啊，我会愿你谈的。我只是希望你能体谅体谅我。我这从基层上来的吧，做事儿还行，就是不会说。有些事儿做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比方说，哎，这话还真不好说。比方说咱大哥的亲事吧，
我在背后出了力，王长伟不知道吧？王长伟，我妈住院，他们给了一大笔钱。说的病我知道，我想瞒他一辈子。谢谢。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年犯了个错，害了老哥。现在再犯一个错，就能救老哥。老子不可能被要挟。那说明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老哥的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嗯。有一点我能看出。冯姐是善良的，嗯。你怎么回老宅子了？你不觉得这里清静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摇黑皮，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我要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希望每个人如此，就像村里人希望我如此一样。他们总爱帮爸收集治疗高血压的信息，那些不起眼的小纸片拿着却是沉甸甸的。把有高血压三个字的文章啊都剪下来，不要把字伤了。咋你的嘞？咋你的嘞？喂，白痴！你骂哪个？骂你这个白痴儿子。你
深更半夜的，几十里山路呢。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骂，说你让人砍了。还说什么了？你还是换个工作吧。我在跟你讲笑话哦。一个儿子这样，一个儿子又这样。儿子是坐山了，昨晚是昨晚，今天是今天。我懂，要做就好好的做，只求问心无愧。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我想当面感谢你。不用感谢我，只要记得你说过的话。这个社会谁都可以讲人情，我们纪委不可以。账本可以核实，水利局在清江水库等27座老旧水库维修改造工程中，涉案金额7000多万元，基本可以确定，清江县水利局以及局长杨旭存在重大贪腐。杨旭，你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让我看你怎么死的，是吗？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撒网的人，现在才知道，我不过是别人网里的一条鱼，一条死鱼。鱼可以死，网不会破。杨旭心里没鬼，他跳什么吧？杨旭心里的鬼，庞青心里的鬼，都是同一个。这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是他们俩心里的鬼，
更是腐败集团把他们逼上了绝路，甚至可以说，是腐败集团在杀人灭口。好吧，既然都知道，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罪名扣在汪海洋的头上？压力和误解，他汪海洋背得起。进纪委的第一天，他就清楚得很。现在要让他停止调查，那是让他认输。清江鸡飞狗跳，那是因为清江不清。我不冷静吗？让我去跟他说，你要承担起莫须有的责任，还让我怎么冷静？省里有领导借杨旭的事儿给省纪委施压，您就直说吧。要求调查组停止调查，你停职反省。杨旭的自杀，让舆论把矛头对准了纪委。我们可以背负压力和屈辱，但输不起这场斗争。老火锅。叫你关门呢？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哎呀，我就关，我就关。当年抓老子的威风呢？啊！当年抓老子的威风呢？老子坐十年牢回来了，这儿还是老子天下。你呢？狗屁都不是！哎呦！哎呀！哎！哎！啊！拉出去！他妈的！来呀！来！来！我打你啊！想死了你！啊！哎呀！何苦呢？我倒觉得停职是个契机。如果你相信我，我替你找关系，保证给你调换一个更好、更有前景的职位。什么叫更好、更有前景的职位啊？起码比现在强。瞧你这个鸟样，干纪委干到最后，就是这个下场。我为他们不值啊。谁是他们呢？你装什么傻呀？你老婆、你女儿，你现在顾得了吗？你妈临死的时候，是我给她送的终。你爸得了绝症，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等死。就为他们布置。装。等你哥把亲定了，我就是走了也安心呐。早晚都会死，谁也躲不脱。
又讲那么多，我带我去看吧。哎，给我，坐下。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压升高为特征，可伴有心脏血管等器官功能性器质性改变的全身性疾病，你懂的。嗯嗯。怎么预防呢？听好，足疗法、气功疗法、头部按摩法、运动疗法，你笑个屁哟！听好了，你要有心理准备。病人醒了，可以进去了。我这是在哪儿？医院。爸，医生说了，你没事儿。不轻啊！哎，说，你想吃杀猪菜不？你送我回家，我请你吃杀猪菜。爸，想回家，我们就回。爸的后事办得很快，不是因为忙于工作，而是我以为那样就能更快地从痛苦和歉疚里走出来。狗回去，我帮他干活呢。对不起啊，你不要怪他。我，是我对不起。以后不用来找他了。湿了，湿认识"高血压"三个字，爸教你的。
老哥是我心中永远的疼，但这件事儿也让我记住了，公家的东西是偷不得的。有句话说得好，破山中贼易，防心中贼难。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回老宅吗？我告诉你，因为我回到这里，心才能静得下来。守住了底线，心自然就静下来了。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每次我都舍近求远，带你们到这儿吃饭喝茶？他外号叫楼火锅，有一手火锅底料的绝活。十多年前，你们没来纪委的时候，他已经是我同事了。他给涉案的亲戚通风报信。离开纪委的时候，他跟我说，在纪委待得越久，心越累，越难得糊涂。现在轮到我了，王常委。有个词儿叫逆淘汰，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如果逆淘汰大行其道，那每桩贪腐案背后，每个人都会有牵连，包括看客。他们不就是希望我们也做看客吗？我们能做看客吗？唐亮在写调职申请了，他忽然发现女儿疏远他了，说忙起来的时候不觉得，闲下来一想到就心疼。我还劝他呢，他倒是说我应该鼓励他，说我是学哲学的，从哲学逻辑上讲，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求得幸福。他还说，你没告诉他哲学是不能学的吗？你学的是哲学理论。罗书记，这就准备放弃了？再给你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有问题我来扛着，我要是扛不住，就把省纪委搬出来替你们扛着。骆书记，也给我一星期时间吧。好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星期之后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行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查实水利局所涉案的7000多万元当中，有5000多万元捐给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而基金会账目所显示的呢，这些钱补助给了清江县的数名残疾人。顺着资金流向继续往下查。庞青有一个问题一直闪烁其词，他在给残疾人迁转户籍时存在违规操作。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庞青宁愿谈大的，却不肯谈这个小的，也许这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庞青经手的迁转户籍有40多人，而且分散在各地。一个个的外调核实，只有一星期，要争分夺秒。重大突破，迁转的残疾人名单里有个叫王顺。
3年前就死了，户籍已经被注销。但是我在查对他原来的清江户籍时，发现当地没有人认识这个王水起。就是说，这个王水起从清江转出去的时候，户籍就是假的。马上去查这个王水起的银行账户。但是，他已经死了。他不是死了，是不存在了。做过的事情是没办法后悔的。清江，薄清之江，这是我风生水起的地方。这上面有3万块钱，叔求你把村子里的那条烂路给修了。村里的人要念着我的好，我走了，老哥不怕没人照应。您给海洋吧。你是清江的县长，这事儿你经了手，底下的人就不敢担。传说当年这个宅子的主人养了3个丫鬟，专门为这个宅子所有房间开窗换气。鸡叫头遍，3个丫鬟就得起来一扇一扇的开窗，午饭前所有的窗户才能开完，等吃完午饭再一扇一扇的关窗户，关到最后一扇窗户，鸡又叫了头遍。知道这个宅子是谁的吗？我也不知道，没人知道，就连现在拿钥匙的人也和当年的主人毫无关系。不行啊，你说人生在世需要这么多房子吗？在你查杨旭之前，就在这个地方，我向他说了同样的话。杨旭反问我，这不正说明我们不能想得太远吗？别说100年了，50年以后我们还能剩下些什么呀？不行，海洋，我想过让他们刹车，刹不住。你可以刹车吗？精神毁容，我忽然明白姚黑皮教我的新词，那就是一种麻木。麻木的无所谓人命关天，麻木的忘了自己原来的脸。有两样美景，现在的人越来越忽视了：日出、日落。大海的日出才好看，
那里的天空干净得很。如果不转业的话，我就一辈子守着那边店。你现在不也守着青州这片天吗？在那些人眼里，我们既是猎人，也是猎物。甚至在我们还没意识到谁是对手之前，他们就已经张好网等着我们了。您说的那是蜘蛛，比蜘蛛网可厉害多了。这张网看不见摸不着，貌似无处不在。那我的网更厉害，天网。信仰为经络，民心为纵横，再大的鱼它都蹦不出去。信仰为经络，民心为纵横，天网之下，那点既见不得人又见不得光的蜘蛛网，吹弹可破。我说句大胆的话，高腐败的干部不是同志。海洋，这种话，战场上不是战友就是敌人。你呀，要保护好自己。哎，我可不愿看到你哪天成了英模典型，供在纪念馆里。那我宁愿你不干这个纪委，做个快乐的普通人。这像一个纪委书记说的话吗？这像一个下属对领导的态度吗？古人以清洗为天，抬头见青天是老百姓对世道最基本的渴望，这也是我们崇高的追求。廉洁、忠诚、信仰，都在这片天空下。天空海阔，清静和谐，这就是人民的幸福。爸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做。砍菜刀口不能朝上，朝上会伤着你自己。哎呀，石镰刀，手要抓在这儿。啊，这样。不对，不对，怎么回事？怎么就记不住的呢？你傻呀你呀！怎么教都教不会，你以后怎么办呢？爸不在了有我，我要不在了呢，你怎么办？你要晓得照顾自己。你搬到我那住，有时候我出差不在家，你要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听到没？一直想跟你换一个，老是忘。这里面也有。于禁呐，于禁，堂哥，尔等
纪委实话实说，说你怎么把水利局的工程款变成所谓的善款捐给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又怎么把这些善款层层扒皮的弄出来分给了清江那么多的官员，实话实说。纪委已经盯死我了，你真的想让鱼死网破？鱼可以死，但网不会破。老子把那些不存在的账号一个个全抖出来。那死的就不是你一条鱼了，但是网还不会破。我想我知道庞青为什么要自杀了，他悄悄录了音想自保，可保不住，因为这件事他说不得。说不得？一个人铁了心想死，临死之前他最害怕的不是死亡，他害怕的是带着秘密离开人世。所以庞青在临死之前唱了这出曾口川决堤燕七军，曾就是渔网，鱼入曾口岂能久乎？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清江老旧水库维修工程的案子马上就要移交检察院，可以说我们已经不能再插手了。第二，庞青已经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少吃点？这动嘴的容易，动手的不容易。还有不该说的吗？真是要死人的。你们查得到底吗？停下。王水起的开户时间正好是3年前维修清江一批老旧水库大坝的时间。王水起1年前已经销户，原开户银行又搬迁了，所以一时找不到他的身份证复印件。目前能够提供给你们的就只有存款记录，没有录像。为什么没有监控？王水起存取款的时间最少相隔5个月，我们银行重点部位的监控录像也就保存3个月。那笔水库工程款作为善款已经打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了，我会想办法作品抽出。把这个人的户籍转走，然后做好死亡注销。不要问。不问不问，以后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这里头每一个人的操作流程都和这个人一样。好的。但是
他们不会和你坐一条船。月儿，爸听你弹琴，心里能安静。可能等不到一壶水开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也以为我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一直像以前那样，几年前我就被赶出清江了。你淘汰，你不懂吗？这个词儿还是我教你的。检举揭发，抢修水库，不是我想洗白自己，洗不白了。我是害怕，怕水库真的垮了。但我阻挡得了吗？我可以挡在一辆车前面，逼他们把摊的钢筋运回去。但另一辆车呢？另一百辆车呢？我怎么挡啊？一个红包我顶得住，那一千个红包呢？谁顶得住？一千个红包后面是一千个人，我也只不过是一条鱼而已。真的，人不能想得太远。对，老哥相亲的事情是我安排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要挟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子就是摇黑皮。从明天起，我要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汪海洋，你个乖儿子，恭喜你！姚飞皮，汪海洋，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为我刹车，哪怕是一瞬间？有。鱼可以死，网不会破。说这话的人可能忘了，无论是鱼还是网，都会淹没在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里，没有什么不能破的。王常委，我当过兵，特种兵。我不奇怪，你有这能力，因为我也曾是军人。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母亲就住在清江水库下游。我明白。后天。你再用这个座机打给我。你不是想找我谈话吧？不是，真的要谢谢你。那些失去了道德和尊严的人，只看见我们守卫的钢筋水泥大坝，却不知道我们守卫的是一座用民心堆筑起来的国家大坝。他们更不会知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站在一起时，这种信念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